腾讯视频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张新阳。这次都是报哪些项目？射击、射箭、篮球，还有这个障碍什么跑。那这个障碍跑就是有尝试过？昨天跟甘望星追了一下，太简单了，我觉得可以加大一点难度。那有制定什么策略？没有策略，因为我就是快准狠。我好狂啊，就是觉得太矮了，可以4-5米左右就可以。这一段剪出来，等今天他输了之后再倒剪回去。对，赢了我就把牌吃了啊！你说的，赢了我就把这个牌吃了。那你给自己的运动水平打几分？5分，因为我就是快准狠，没有也没有那么那没有那么强了，谦虚一点还是要。射击射箭一点不会，然后篮球能打一点，50米很菜。那为什么报这项目这样超越你？因为没有可以报的了，没办法。就是我要让小海把这个吃了，赢了我就把这个牌吃了。滑冰、滑雪。再说一个项目出来。冰壶。怎样？有机会的话，我想说那个也去滑雪滑冰。啊，我的参加冬奥会吗？不是，就是学习。啊，你没有资格。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。那我们来这个跟我们班里玩的超新星。漂亮，我都要看看你这把，我可太期待了，张新瑶。超新星，超，超级好，新的开始，星 ，We are superstar， 星球大战，We are superstar， 这也是星。